好快的电步车段，冲，跳，跳，电步车段 ，OK， 胖鬼，快跳完，匕首转身。昏头古早话，讲句你嘛会。大家好，我是昏头师傅徐建中。今仔要讲的古早话第一句叫做“迎春踏春，太祖贺君，风吹日啊风车轮”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安尼清朝传来台湾的军政，踏迎春踏春。迎春就是较软骨，踏准较硬骨。太祖坟硬甲像地基，河坟软甲像花旗。这就是硬软的功夫。日本时代大部分台湾拢是传南校的军政，即个保留是台湾。好，第二句话要讲，一个来八卦，一个话八卦。一个篱笆跳不过，裤底你也凉快。这什么意思？就是讲内八卦，就是讲内门、中门；外八卦就是讲偏门、外门。拳头的一攻击的效应，拳到内门、外门、背门、三门，就等于八卦。八卦八卦的定势同款，所以人讲一句话：伊家内门，我家外门；伊家外门，我家内门。互互动互动，安尼文静手法较会当高明。一个篱笆跳不过，裤底裂了，什么意思？练功夫。爱练哦，闪转腾挪，翻蹦跳跃，这里面爱靠你的脚头的功夫，所以你的脚头就爱顶到，不是顶到赢，就爱搁会轻跳、轻弹，你的脚太慢，较袂去用力，用力去摔的就靠顶了啦。我的示范他拄仔讲的这两句话，给大家看。太祖贺君。迎春就是较软骨，踏准就是较硬骨，太祖顶他就一拼，贺文软甲像花枝。第二句，风吹日啊风车轮，一个内八卦，一个外八卦，篱笆跳篱笆跳不过，靠地了，起来要讲。风吹日啊，风桥轮，成功风吹日啊，风桥轮。风吹日啊，风桥轮。你堂堂讲的就是退步翻车，走得起。来，开始。Yeah.
上门、外八卦，就是旁门、边门，就是侧门，叫做外八卦。伊家来八卦，我要行外八卦。伊家外八卦，我自家来八卦。这边来开水，来看动作的指纹。就是腳風鳥會被削到，腳削到的時候褲稍紅會抓來看、哦、所以腳一定要練哦。練我快速有輕微還會震到，有輕還有重的腳法，它是真正在練練腿，還會知道、哦、會知道會知道就削到，所以我爱讲轻盈，可以当讲落地生根。来，即摆开始看，喜欢动作，来，来，闭手，跳起来，跳起来，跳起来，前手，跳快，跳，前手一圈，再不收上手来，趴对，趴下来，哦，去闭手。你有看到我所做的拳头应用的示范？我想讲，恁应该会当了解，即个动作的意义、意思。恁若有啥问题，也会当来向我问。我研究啥物分六十单，不管是啥物分证，其实所有的分证、分理拢相通的。但万八归二套。千文归一路，所以作者手法是相通的，您也会当伫网络来加问。多谢您今仔日的观看，咱后一遍咱再相会。谢谢 ，Thank you， 阿布里加多，再见，拜拜。